家人们，这种云南省造小鹿头一两你见过吗？这枚神秘的银币是属于中国近代机制币，正银一两的鹿头由云南省造铸造发行，俗称小鹿头，在银元收藏当中比较少见，因此钱币研究者对其铸造国家或地区、铸造时间等问题有着诸多观点，迄今仍未取得一致意见。2023年香港拍卖会寓意吉祥鹿头币，拍卖价高达50万。鹿头银币正面中央为一只长角的雄鹿头，背面为老挝文或缅甸文，中文正银一两标示面值。鹿头图案有大小鹿头之别，其中大鹿头版别较为罕见。鹿头银币寓意吉祥，与富字币一起并称为富鹿双全。后来大量回炉存世稀少，为云南贸易银币精品之作，极具收藏价值。你们手里面有吗？评论区拍给我看看呗。